筲箕湾安乐楼，外观簇新。位于筲箕湾东大街的安乐楼，近年已经翻新物业外墙，凭外观绝对不似37年楼龄。物业放盘稀少，介绍单位属于装修企理的入场版。客饭厅重新布局，原来有较大窗户的客厅变成饭厅。饭厅向东，望学校和教堂，景观相对开扬。客厅窗户就小一点，兼且有西斜。外面是筲箕湾东大街楼景，前面有地盘。大房都有西斜，但是地方都算见使，放了大床仍然有足够活动空间。另一间房就小一点，放了高架床和衣柜之后，剩下的空间不多了。浴室不大，要采用企缸改善空间感。厨房设计旧式，未必迎合到买家口味。